缘拄着你。一年一年又过去，无好的代志应该放袂记，事事着看开，每日笑眯眯，生命唔通浪费，健康是第一，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，世界有你。在好运气，有我有你，实在实在 happy， 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。世界有你，实在好运气。你是大人，请你听我解释。这哦，拢误会，拢是小可代志啦。有爱金牌人去调查，安怎？身上啊，一定是叫迄野狗咬去的。即马这个庄仔头发生这么严重的代志，你拢当作无看，搁将你的责任送予你下骹手人。敢讲这二十年来，庄头拢无人犯案，是你做假资料欺骗天龙。你敢知影，这欺君是死罪？你是大人，你袂安尼冤枉我。这二十年。庄内确实无任何人犯罪，你若唔相信哦，会当去问遐村民。唔免这么麻烦，哎，我相信你，真简单。爱偌济？五万。干哪干啥？这根本就是抢火烧。敢讲你的性命无价值这五万块？三本大人啊，今仔日哪有闲来我厝的啊？电话兼讲，我光要用钱，需要你斗三工。用钱哦，还是偌济啊？对你来讲是小数无？五万。五万，这么多，你嘛要我时间准备一下。我有听唔对无？爱时间准备。你杨庆东是庄头上大的地主，敢讲你袂记二十年前是谁滥用特权给你买土地？大人啊，啊你若要安尼讲？我的社内你嘛甲我收袂少啊，认真算起来，咱应该是无相欠才对啊。什么社内？我哪拢唔捌听过。你即马是咧侮辱我食钱是无？啊，不是啦，大人，我着。你还阁知影我是大人哦？我差一点仔就了准讲，你唔知影是啥，才是伫做官。大人，是的啦，是我唔知影天地有几斤重，五万块我随叫人去准备，但是你要我几工时间呢？好，安尼我就等你好消息。好家在哦，阿爸甲阿姊哦，今仔较早睏，我才有机会逃生出来。我就来看卖这遗产到底是真还是假。上好盖闭一下，看啥物啊？这是聊天店接班人。那一点我动静拢无啊。卡受伤是变安怎啦？窗仔边就出去啊！大家紧叫！从这那安民啊！你放心啦、啊，我是江路人，我来甲你救的。唔对啊，我唔是歹听台，
管啦，即马救人要紧。街上伫外口，大家紧去找。你紧起来，我爱你行。伫咧遐，紧去哦。查麦走。中啥啦？我好心甲你救，你哪会定甲我拍啦？你到底是中啥啦？真正是桌顶食饭，桌脚放屎呢！过来！哎呀啦，应救过来！好啦，我好让做到底，你先别惊吓啦，我来将伊应开。你在爸爸啊？我伫遮，阿妈走较紧嘞，紧嘞！不，紧嘞，卖走！紧嘞！何伯卖走！惨啊！各位大兄。我拄则是甲你讲耍笑的啦，你应该袂甲我计较啦，吼！甲我拍！是，少爷。哎，莫甲我拍！莫甲我拍！我今麦就来看你的真面目，看谁才好大胆。那地当啊！好贵啊！是人是鬼啊？哪会又出现啊？你较有礼貌的好无？你什么的鬼啦？我是神，神，看起来无神呢。其实我就是廖天丁。你是廖天丁啊？你汉草看起来是袂歹啦，啊，不过。廖天丁的武功真好呢，你敢会晓？我的武功哦，当然嘛是一流的。你不信啊？你看，这样垃圾啊！那你用要输到痛苦啊？我敢怀疑我的功夫啊！我有的，你真正是廖天丁呢！我今年有机会，今年我是无这个大英雄啊！师啊，我好做龙人啊！我是你的第一心将，我从细汉就听你的故事，我真正就喜欢你呢。先稍等一下。既然你已经确定我的身份啊，那你换我问你，只要这三更半暝，你走这荒郊野外，还阁叫人追杀，敢讲你做甚物歹代志？师，唔是安尼啊，我是为着要叫赶快是移财江路人哦，才去用约到这来的。师，为着讲哦，要证明我的真心啦，我一定替你从新村找倒转来。是啊。我快新村嘞！你唔知哦？敢会是顶届我害你的新村摔着
才会安尼啊？无唔对啦，我原本嘛无想要讲，我惊讲出来你会自责啦。啊，这讲起来嘛奇怪呢，你的花既然会当拍开这个结界，啊，算起来那嘛算有缘呢。既然安尼，表示你愿意收我做徒弟哦，多谢师。大刀柄，因为我的身上叫人偷摕去啊，无我都受到信众的香火，所以我的生日剩无偌济啊，无这材料收你做徒弟。师啊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，无要紧啊，你能教我功夫啊，你将我训练做你的接班人。啊，就算讲你无生日哦，我敢讲会当替你替天行道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将我身上找回来。我就收你做徒弟啊，安怎？你无问题啊！我陈明耀上界厉害啦，我是怎样头的好皮塞，我只要皮着人的手，我就知影因是毋是讲白贼，还是做过啥物歹代志。想袂到你是一个怪人咧。嗯。歹势，奇才才对。既然你有这个功夫，我就收你做我的徒弟。啊！塞啊！枪手在做一摆。多谢师，多谢师，多谢师。安奈舞到即马才转来，看即个办事，应该是无抓到贼啦吼。我连一个贼你都抓袂到，以后用家，我是要安怎放心交予你啦？唔是安尼，我已经约人约啊廖天丁东来啊，啊谁知影？迄贼啊向飞起来呢，迄山东来哦，有鬼啦！你是在后边讲啥？无抓到贼就无抓到贼，唔免编一挂你有讲白贼话。阿爸，我真正无讲白贼。迄个脚手人拢在作证，那是要做什么证啊？你是少爷呢？你讲的话，人家唔听信。还佫有哈，以后你若是踮咧外面头前讲什么有鬼啊、有诶无诶，你就免叫我阿爸。俊勇啊，代志做无好袂要紧，等下知影安怎改正，莫佫有我失望啊。紧啦！你搁要去市场占位呢？拖拖刷刷。啊！你答应我啊！迄菜若卖完，随机丢我一个身上，知无？我知啦，知。阿姐啊，咱该当休困一下。好啦好啦，互你休困五分钟啦。多谢。我从来唔捌撇过这么重的贼仔面呢，敢讲是偷摕身上的贼仔？身上是你偷摕对无？你到底是创啥啦？是伊。你在创啥？你这猪哥啊，竟然当头白日咧欺人，我袂过问的无？别个人啊哦，就莫阁对我高高点啊！而且嘛，莫伫外口讲啥物，我是伫遐卖过门的某，知影？你对我啦？哎呦，你个对我有情啦！
记得喽，你心里你爱我，来我就来对你负责啦，我照顾你一世人啊。你收大波已经搞崩溃啊！翠哦，翠哦。多谢。你的脚手哪一下好，一下歹啊？顶边哦，你才让俊雄欺负尔。今仔日你竟然拍会过伊，你到底是啥物人啊？我我就是老卵啊！我过会当是啥啦？前几工哦，我是无想要加了麻烦哦，才超过伊互伊欺负的啦。无喏，我看你个势哦，卖三手，练武二十档以上的高手呢。啊，你是几岁练武的？你师父啥啊？我，啊，你又看你行啦？啊，你就问伊讲身上是咪偷的？对吼，我差点袂记得啊。哎呦，迄拢无重要啦。我想要问你，廖天天的身上敢是你偷的？我哪有偷摕物件？你莫乌白讲，较细声呀！你这样紧，你想要创啥？敢讲今仔甲你有关系哦？还是二娃放上给大家听，到你心里为止。恁大家哦，进来啦！我找到偷摕身上的人啊啦！哎呦，你是起笑是？你不是讲咱是同路人？怎甲你是同路人啊？我才袂去偷摕身上嘞！是我啊，你袂认的啊！你放心啦，我是江路人，我来解救的。你那好像就长迄个，保唔着，我就是长入去杨家的迄个遗产。啊！我唔相信，我哪有可能做一个查甫人啊？你唔信哦？你看。好啦好啦，你唔免证明给我看啦，我知影。是讲你一个查甫囡仔，竟然做遗产，真正够厉害呢！既然咱是江湖人，啊安尼，咱做伙将廖天天的形象找倒转来，好不好？我才无爱嘞！廖天天的形象哦，胖起上好，非得哦一块插头翁啊，根本就无啥物作用。只有恁啊，受过白事，才会去相信一个烂茶会去保庇。廖天天伊是大英雄，伊肩负作品，救苦救难，恁哪会当安尼讲伊啊？迄又搁安怎？迄拢是过去的代志啊！若是有搁咧保庇，即马哪会搁有遮尔啊侪可怜的善者？等到是遐个好爷啦，愈来愈好爷。对啦，天光时的时阵日头上热，咱弟兄吼，伫咧日拍的时阵，时间爱注意。啊，搁话，迄冰地兄的时机，马将也好，知影无？啊，不过柯老爷。遮尔啊多地乡爱顾，干我一个人，未免太为难啊！你若是唔爱做吼，莫做不要紧，我找别人就好啊。柯老爷，是嘞啦，我马上来去做，我阁需要这笔钱救阮阿母。看你遮尔可怜，你着继续做。啊，不过明仔日工钱爱扣一半，你若是感觉委屈，唔愿意做，你嘛会当莫做吼。愿意，我当然愿意。阿爸，那个地主已经足可怜了呢，你是安怎要靠伊的工钱啊？你唔知影，就算讲阿爸有钱哦，嘛袂当把我的钱等下咧臭水沟底啊，安尼想要讨这个钱啊啦，顶多爱趁这个时间哦，好好骗遐可怜人啦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咱庄头有廖天天在咧保庇啊，伊遐会去予咱骗遐可怜人哦，嘛一定唔敢找咱来报仇。嘛无咱的话，你讲阿爸讲来有道理无？安尼，你敢不敢讲白？你讲呀，根本就是歪理啦！廖天丁做哦，是文少叫靠的神事呢。你阿爸家己欺人太甚，免奈咱怪廖天丁啊！你若是无想要替阮倒退形象，那安尼，咱就各人行各人的。
去菜鸟店顶，因为太人去予一本警方通缉，所以安怎都抓袂着人。听讲动车时，伊是秘店伫八里山顶一个高洞。聊天顶吼，伊来八里吼，啊来渡口这个老前天，加这个杨林，加这个汉族阿伯，这厝较低，所以买啊，再讲起啊，半山腰有一个活动，较宽，下面有警察来，拢看会到。啊，咪遐这个警察给他杨林啊，这汉族阿伯压力，一天警察发觉到要关门去，迄个门，我讲啊，你门内去做伊啥？肯定我啊，一定是恁家，你人无交出来，要对恁家属不利，所以无法度，咪啊一天送门去，又压迄条险啊，甲骨头，甲骨头中间了讲讲好白。甲比讲安尼，阿光将船阁拍了。原来杨林是因为受到日本警方的威胁，不得已才从聊天顶开始。日本政府甚至阁给赏金，但是后来却因为谋杀聊天顶的罪名，被抓去关。我的心愿离你过一寸，要给你的汗水，你的心酸。我心内藏，面对坎坷的路，一步也不愿让。情难渡，心难量，爱难平，爱强忍，伊也不知把世运，怀中有你等我存，问来生。想留我心多情，一生早晚是这长。我有你，我有你，永远不牵别人手。